由着新娘青商会甲新娘区公所来举办的元旦升旗甲建旗活动，2023年就迈入第30冬。尽管讲过去几冬有疫情影响，但是活动同款是缩小规模，照常来举办无中断。伫2023年元旦升旗甲建旗活动，182年1月1号透早5点半被登场，除了受市长、区长甲议员甲一些乡亲做伙来唱国歌升旗之外，佮规划着5公里的建旗活动，将实行着新竹市区之列。参与民众在到会场了，会当来摕着纪念品，同时欣赏着表演节目甲舞彩。今朝在2023年第一天，乡亲不妨早早来起床，来参与着元旦升旗甲建旗，见证大新竹地区30冬无中断的元旦升旗传统。南天新闻台以下新闻采访报道。